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二篇《战神罗峰》第27章《召见》。四月的最后一天，上午时分，外面春雨飘洒，有些清冷。红宁基地是精英训练营中的一栋幽静古式别墅内，穿着白色内衣的江芳正盘膝静坐在练武厅当中，进行舒慢而又深长的一次次呼吸。呼吸的过程中，江峰的皮肤朝外出汗，全身的肌肉皮肤都微微泛红。忽然一阵悠扬的笛子声音响起，江峰睁开眼。谁这个时候打来电话？江峰疑惑的起身，赤着脚走出练武厅，一看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江峰面色一变，态度立即郑重了不少。王巡查使，江峰，你去通知你的弟子罗峰，并且带他到我到这里来。略显扎哑。是，江峰连声的应道。挂了电话，江峰露出一丝笑容，上面果然是要找罗峰。也对，训练营这八年了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罗峰更是猛。上面的召见早在他的预料当中，随即江峰拨通了罗峰的电话，一阵阵忙音。怎么没接电话？江芳眉头微皱，随即挂了手机，换了身衣服，就亲自走到罗峰的住处——江南阁，属于罗峰的那栋楼阁地下密室内。赤着脚，穿着长裤，赤裸着上身的罗峰，这个时候身上全是汗水，头发也完全湿了。劈！只见在这五米长、五米宽的地下密室中，罗峰脚下一动，一个闪电般进步，同时右手手刀就是数劈。空气中产生仿佛纸张被撕裂的声音，随即就是爆响，而刚刚下劈的右手手刀，罗峰顺势一个退步上撂，撂！罗峰的精神念力清晰感觉到，这一记手刀下，那空气气浪仿佛水一般朝两边分开，并且产生强烈的气爆声，手刀如真刀一般，每一刀都超越音速。在这合金的密室当中，罗峰的身影时而模糊，时而凝实，每一个脚下移动速度都吓得很，而罗峰的手刀也完全按照真刀一般对着空气进行攻击，连续的一次次攻击，每次都是26倍力量的爆发，拳打千遍，身法自然。这是江峰说过的一句话。江峰曾说，不管是刀法、身法，还是其他等等，只有经历一次次的练习，才会有进步。如果只坐在那空想，想再多也没用。想要身法提高，那么就要练练练，就是长期的一次次磨练，再加上会动脑筋、有悟性，这样才能进步。穿着一身黑色的宽松的丝绸制作的练功服，江芳撑着一把雨伞来到了江南阁。罗峰，江芳一来到江南阁的庭院中，就开口喊道。从旁边另外一栋楼阁的二楼，撑着伞跳下一名少女，正是赵若。赵若笑嘻嘻的说道：“江芳老师，找罗峰师弟啊。”你打个电话不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嗖，罗峰住的楼阁中，只见一道人影窜进一楼，而后迅速的窜到楼上。老师，我等会儿就下来啊。赵若江芳一怔，他们可都是武者高手，何等的眼力，当然看到罗峰刚才是赤脚，仅仅穿着长裤。师弟真够努力的，一身的汗。赵若赞叹一声，不过身材也……你这小丫头。江芳哭笑不得，竟然被这赵若给调戏。赵若半个鬼脸，嘻嘻一笑。史江呢？在不在？江芳问道。史江师兄一早就去九重楼了，他和我们可不一样，每个月都是能分到很长时间在试炼室、古文明重力室呢。赵若摇头，故作叹息。可怜呀，再过一两年，罗峰师弟也会冲到前十，和他们俩一比，好没面子。江芳笑了笑，你这丫头啊，想进步就多花点心思。这个时候，穿着休闲装的罗峰拿着一把伞就冲下楼。老师，跟我来。江峰说道。罗峰也乖乖撑着伞跟随在江峰的身侧，一道离开江南阁，行走在被烟雨笼罩的训练营内，别有一番风味。江峰看了看罗峰一眼，笑道：罗峰，王巡查使要见你。巡查使？罗峰吃了一惊。巡查使那可是极限武馆的真正的最顶尖高层人物，
传说中，极限武馆真正做主的就是馆主和五大巡查使，而馆主地位超然，为世界第一强者，所以绝大多数事情馆主是根本不插手的，是五位巡查使做决定。上次我说了，上面会召见你，没错吗？江峰一笑，老师，这见巡查使我要注意些什么呀？罗峰有些忐忑，毕竟是巡查使，站在人类巅峰的存在之一，拥有通天的武力。过去罗峰也就是在那叫陆刚的战神悼念会上远远看过一眼叫做朱喜的超越战神存在。那一次军方政界的大人物以及战神们一个个态度都很恭敬，乖乖的去接机。别担心，你也不是去求人，而是我们武馆要召你。江方轻描淡写的说道，所以啊，不要拘谨，我相信王巡查使看到你就算不给笑脸，至少也不会摆巡查使的派头。你只要态度上注意点，别骄狂就行，就像对待老师长辈一般。哦，罗峰点头，跟随着江方很快在训练营战神老师的建筑群区域当中发现了一栋看似普通的幽静别墅。这别墅有着华夏古国唐代别墅风格，和其他战神老师们的别墅一比，唯一的特殊点就是占地比较大一些。江方老师，巡查使大人正在这里等你和罗峰学员。别墅的门口，一名管家老者微笑着说道。进入别墅院内，罗峰一眼就看到这别墅一楼大厅中有三名妇女正在那谈笑。哟，是小江啊。其中一名保养得很好，看起来颇有贵夫人气质的妇女笑着说道，老王在楼上会客室，老王刚才说了，让那个叫罗峰的小家伙上去就行。小江，你过来陪我们聊聊，等会儿玩玩麻将。是啊，小江，你也总是修炼嘛。又是一名妇女说道。训练营中的妇女大多都是战神老师们的家眷，你上去吧。江峰嘱托一声，嗯。罗峰独自一人沿着楼梯往上走，来到了二楼，就已经闻到了那淡淡的却让人身心舒坦的茶香。循着茶香，罗峰轻易的就走到了会客室门口，门是敞着的。进来，略显沙哑的声音响起。罗峰走进会客室，第一眼就看到了会客室内除了自己唯一的一个人，正在盘膝静坐的精瘦男子，八字胡，乍一看近四十岁的样子，看面容可以判定年轻时候很帅气。此刻这精瘦男子闭着眼，一手拨弄着佛珠，一杯茶放在他身前的茶桌上。巡查使大人，罗峰微微的躬身。这名精瘦的男子微微睁开眼睛，被他盯着，罗峰只感觉一时间自己仿佛脱离了天地，这个会客室宛如一个单独的空间，而这精瘦男子就是这会客室的神灵一般。这种无形的压力让罗峰屏息。坐。精瘦男子一手摇指桌对面，这会客室内并没有椅子，怎么坐？罗峰只能跟这位王巡查使学习，盘腿坐在地板上。你面前的这份合同你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就签了它吧。王巡查使便淡淡的说道，随即又闭上了眼睛拨弄着佛珠。桌上的确有一份合同，一共三张纸。罗峰拿过来仔细观看起来。这极限武馆正式招募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比如普通武者加入极限武馆是没有任何薪水的。如过去的罗峰，不过虽然没有薪水，可是同样极限武馆对于这些普通武者并没有多少要求。可这份合同不同，权利利益都有，可同样也有责任。年活动经费50亿华夏币。罗峰微微一皱，这个价格不高，甚至初等战神一年就能赚这么多。而现在的罗峰可是比高等战神还吃香，其他组织给出的条件，一年的活动经费没有低于100亿华夏币的。嗯，按照合同说，极限武馆内可以领取薪水，只是极少数人按照地位领取薪水。合同上也有关于各种级别领取活动经费的额度，就算是战神中地位最高的监察使，一年的经费也才10几亿。极限武馆的活动经费比较低，不过加入极限武馆的
一般都不是为了钱财。翻阅到第三张纸的时候，罗峰眼睛一亮，乙方在2057年8月1日前战力振幅达到12，即可获得九系作战服、兵器全套、任何一套秘籍全套，价值龙血一份。乙方在2057年8月1日至2058年1月1日战力振幅达到12，可获得作战服、兵器全套，价值300亿的玉髓一份。乙方，这所有的都让罗峰的眼睛发亮。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二篇《战神罗峰》第28章《可再生》，一共有5条奖励条款，每一条的奖励都算得上诱人，不过要求也很高，战力振幅12。罗峰暗叹，如果战力振幅达到12，绝对是稳稳排名前20。阅读过学员报知，又和史江、赵若等一批老学员聊过，罗峰很清楚战力振幅各个数字所代表的难度意义。1-2、4-8、8-6是优等。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整个训练营5年时间，所有学员没有一个战力振幅能超过16，也就是说，一般的战力振幅有15，就算能冲进训练营前5了。达到13，一般都是前10；达到12，一般都是前20。这是一个大概的水准。这上面的条款真的是惊人呐，条件也苛刻。这第三条，让我2060年1月1号前战力振幅达到16，可获得那么多的奖励。如果算金钱的话，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价，花钱购买，就是超越战神的存在都舍不得去买。可是这一条款是让我不到3年的时间战力振幅达到16。罗峰现如今整个训练营内所有的学员，没有一个学员战力振幅达到16。不过在训练营的历史上，还是有学员毕业时战力振幅超过16的。这5个条款离我最近的前2个都是说战力振幅达到12，自己越早到达奖励越高。8月1号前到达，那奖励也极其的吓人。如果是本年度到达，那奖励就再低一些。如果是明年后年才到达，根本就没奖励。看完了，沙哑声音响起。茶桌对面，王巡查使看着罗峰。看完了，罗峰点头。有意见吗？王巡查使淡淡的道。罗峰恭敬。巡查使大人，我想问一问，这最后5项奖励条款，能不能将同等价值的宝物换为价值300亿的生命之水？弟弟罗华是靠生命之水才能再长出双腿的，而生命之水什么时候拍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还不如从极限武馆这弄到手。不能更换。王巡查使微微摇头。这合同的任何一处都不可更改，任何一处都不能更改。罗峰很吃惊，谈合同不至于这么霸道吧？而且这走极限武馆来请自己，又是巡查使出面，显然极限武馆态度很诚恳，很有诚意。罗峰学员，这份合同是馆主他亲自拟定，除了馆主，任何人都无权更改。王巡查使开口道。馆主红，罗峰愕然。如罗峰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就是听着红的传奇长大，那可是世界第一强者，世纪第一土财主，绝对的第一人。这份合同竟然是红亲自拟定，难怪这巡查使也不敢更改。你很想要生命之水？王巡查使观察着眼前的年轻人。是的。罗峰点头。这点不难，按照惯例，今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一次生命之水拍卖，到时候你参加拍卖即可。王巡查使边说边拨动着佛珠，他声音沙哑，语速较为缓慢，和他说话让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那股带有禅味的氛围中。今年下半年？罗峰不由得惊喜。王巡查使淡然道，这生命之水本来就不是什么稀罕物，如果不是美利坚军方敝帚自珍，故意想要榨其他组织人员的精气，根本就没有必要拍卖。
在罗峰面前，王巡查使对这点密事根本没有保密。不是稀罕物？罗峰大吃一惊，这不是只有使用超级领主级的存在王级怪兽地龙王的精魄为主材料配合？你听谁说的？王巡查使平静的反问。网络？罗峰一怔。王巡查使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小口，说道：生命之水到底怎么制作？这种秘密怎么会公开呢？网络上说的不过是美利坚政府为了提价，为了让大家以为这玩意儿多么稀少多么珍贵，才故意放出的谣言而已。谣言？罗峰眉头微皱。记住，王巡查使看着罗峰，普通武者能够在网络上知道的宝物几乎都是可再生的，都是有一个明码标价，就算故意拍卖也卖不出可怕的价格。可再生？罗峰心中一动。王巡查使微微点头。可再生就代表这种宝物只要花费金钱投入就可以再度制造出来，比如生命之水实际上是美利坚政府获得的一套古文明遗迹的医疗装置，投入大量能源材料能够制造出的一种药水。罗峰愕然，原来是古文明的医疗装置可以制造出的药水。只有大笔投入就能制造出一份药水，你说这药水能卖天价吗？王巡查使淡笑道：恍如价值800亿的龙血，你以为真的是一头王级怪兽龙的心头血吗？现在全世界整个地球上王级怪兽龙都不会超过10头，不过我极限武馆上龙血却是明码标价卖的，只要你有钱，我们极限武馆就可以卖给你。王巡查使道：就算你要买10份，我们都可以卖给你。你说全世界的龙都没有10头，这龙血哪里来的？对，龙全部杀掉都做不出10份龙血，可极限武馆却能明码标价的卖，这龙血也的确是龙血。杀一头王级怪兽龙用心头血弄出的一份龙血，和我们武馆提供的龙血相比，效果甚至于可能是我们武馆提供的更好。王巡查使说道：不过龙血制造唯有馆主能做到，这并非是什么秘密。罗峰点点头，明白了，这些公开能明码标价卖的虽然珍贵，可却是能再生的，只要投入金钱资源可以再造。真正的宝物，比如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法再生的宝物，那才是天价。王巡查使说道：不过那样的宝物你在网络上是看不到的，因为根本不公开贩卖，也不公开拍卖。比如能够强化身体的，全世界有10余种。可能明码标价卖的只有龙血，其他10余种，有的虽然不可再生，可效果甚至于还不如龙血，而有的效果是比龙血还好。龙血是让人实力翻倍，而有的宝物是让人实力增加3-4倍。乃至于增加10倍都有一样，可惜这样一件宝物早在20年前就被人服用了，现在世界上已经没了。罗峰听的是震撼不已，原来这宝物也是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真正的稀罕物世界独一无二的根本不会公开卖，如红雷神这样的存在根本不缺钱，不管是用拳头还是用金钱早就第一时间弄到手，哪会让这宝物公开卖啊？难怪极限武馆奖励那么好。龙血是武馆自己的，秘籍看似天价，实际上也是武馆本身在卖，做战俘武馆只需要出成本。罗峰虽然想明白，可也知道那些奖励还是很高的，制造龙血绝对不是凭空制造，肯定需要投入，做战俘等也是需要材料的，单单成本价还是很惊人的。这合同无法更改，你现在愿意签了吗？王巡查使难得露出一丝笑容。罗峰点头，当即签下合同。
这份在签下，王巡查使递过去另外一份一模一样的合同，一份你保存，一份我武馆保存，签订合同，罗峰你就是武馆核心一员，暂时每年活动经费为50亿，而现在第一个目标，争取在8月1号前，战力振幅达到12。如果我能成功，就能获得一份龙血，龙血可以让人实力翻倍，并且以后修炼速度更快。罗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素质的提升，这身体素质越强，精神念力就自然而然的越强。成为高等战神级精神念师才是罗峰的目标，而龙血可以让这过程更快。4月31号傍晚，训练营餐厅一楼，各种肤色的学员们都分成一群群，围坐在一起吃着晚饭。罗峰啊，看你心情很好啊。赵若笑道，还行吧。罗峰咧嘴一笑，签了合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知道生命之水原来是可再生的资源，既然如此，那么有钱就不愁买不到。各位学员，各位学员，忽然一道深厚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餐厅内。所有学员抬头看去，只见一名华夏战神老师一脸兴奋之色，朗声道，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大家的生死冒险出发之前，也就是8月1号那天，我们极限武馆的总馆主世界第一强者红，他会亲自来训练营。什么 ？Oh my god！ 是红，是红红啊！整个餐厅一下子沸腾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们一个个惊呼起来，惊叫起来，脸上满是惊喜之色。红，在现如今地球上，那就是神灵般的存在。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不管是武者还是普通人，都知道一个名字红，都知道世界第一强者是红，红，上帝呀！有黑人甚至于当场激动的跳起舞来，所有的学员们都站起来议论纷纷。老天啊，就是在精英训练营也是很难看到红本人的，一般红也是数年才来一次训练营，而没想到今年夏天红就要过来。罗峰，是红啊！赵若拉着罗峰兴奋地蹦跳起来，我都来了3年了，还没见过红呢。罗峰也心中波动，一定得亲眼见见这位世界第一人。8月1号生死冒险出发之前，罗峰心中也激动，我就努力在这之前战力振幅达到12，还有3个月，今天是4月31日，距离8月1日的确还剩下3个月，而罗峰想要获得龙血，这3个月就不能有一丝的松懈。